我2001年吧，02年，我当时在沈阳啊，我正好跟徐明到沈阳，不知道当时也是有点什么事儿，他可能去跟赵本山什么有点什么的，我就不去啊，我就自己在酒店，正好我到沈阳了，我给吴文康还是跟李世林我爸我说一声，哎，我说省长在吗？我说正好我来这儿看，他说行，反正你等一下啊，完了等会儿我告诉你，哎，到过了一会儿，大吴说，哎，你来吧，正好省长都在，没那个，我就过去了。是吧？那跟这个薄熙来我们聊天，在外头，最后他给我签名，给他在辽宁执政的他的他的定了弄了那么厚摞的宣传的东西嘛，对吧？他给我写上什么郝建东什么绿营骁将什么什么，哎，前面薄熙来什么什么给我那个，哎，到时候我晚上我就跟他聊完天回酒店完了晚上我跟徐明吃饭。后来这个徐明说下午怎么怎么，我说没事，我去省长那儿看一眼。或者徐明说，我操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那你赶快的告诉我，跟我去跟你一块去。就像这些孙子。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想通过足球，他们好去认识当官的。